确是蚯蚓吗？你知道跟我说你看什么蚯蚓？他是你去拍的，你要走到那边去啊，你们知道那边。像你们这边走边拍啊，要走到什么时候？要去哪儿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。我们要进来换车吗？不觉得我好像快死掉一样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像那里有一个写一个第二出售票口嘛，第二售票口那边啊，你出去的时候呢，麻烦他帮你盖个章，这样你才可以再进来。那出去之后呢，靠右手边持续往下走，大概两分钟，两分钟 ，OK， 靠右手边，对，往下走两分钟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妖怪村逛完，是不是还在进来？对，然后进来再绕回去该我们的地方。对，但是可以跟你们说。出妖怪村，出进去村之后，看到大马路右转，然后看到桥右转，一样可以走回我们刚才那里。其实那里就是车多，车多比较危险。往前走吗？哎，我们要去哪里？大学时来走这步道也可以。这边神木或大学时，啊，这边比较近。这边当然比较近啊，反正这边是走时间的啦，这边走时间，然后你顺着时间走，全部靠右这边走，记得，那回来就是走那边了。杨姐也盖章回来了，那边绕完再回来。哇，好。哎，所以妖怪村在这附近啊？对对对，在附近啊。看你啊，看你是想要放。我随便的，我想上巴士睡觉也可以的。有时间啊，先去绕妖怪。欢迎，等一下你是往下要往上一直往上子往上子，直接去妖怪村好了。你会想去到的是吗？随便乱讲，你要去哪里啊？你要去哪里？给他做决定。你要去哪里？他无所谓了。妈咪给你姐姐好不好？不要。开车还不是我吗？难道开车会变大吗？那还是我开就好。他喜欢也可以干。对啊。如果你在这边可以干，干吗？我看你这个服装下的都是我们看一下就好。很脏。出来就没洗腰了。我看到，我看到鸟居了。我现在在往妖怪村的路上。那去那去打船只要船两片。哎呦！Thank you.
对对，哎、欸，这只剩要吃啊。当的，你爱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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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爱